off， 熊哥别偷吃 off。 嘿，这最近妈妈不怎么管你。 C 要不要吃饭？要不要吃饭？ C good boy， 祷告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今天天气阴下来了，但是昨天前天天气都特别好，也没有那么冷，然后还有阳光。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感恩节。今天虽然是阴天，温度也比较低，但是天父，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。哈，背对着妈妈，以为妈妈看不见？你这小个子。天父，爸爸好辛苦哦，他在外面奔波，他的收尾工作好几个，他的收尾工作真是不容易，请你帮助他。爸爸昨天买了几个部件，他说还要再比较一下价格，今天呢又跑了一家店。天父希望他在这家店里面能够找到他需要的合适的部件。天父呀，都过节了，马上又要过圣诞节了，请你帮助爸爸把6600的工程赶紧的、快快的、好好的结束吧。爸爸真辛苦哦，两个小熊在家里等爸爸也等得很辛苦。天父也求你医治爷爷奶奶的 COVID-19， 然后也希望外公外婆封城的区域能够早点解除，他们可以自由的出来活动买菜。谢谢天父爱我们。明天要去拜访恩宁阿姨跟 Russ 伯伯，这是豹哥第一次去拜访他们家。熊哥好久没有见到修比姐姐了。你看他还是对姐姐有反应，东看西看。豹哥是还没有见过，这会是第一次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害怕姐姐。这两次的 quality time 看起来他已经对大狗狗没有那么害怕了。天父帮助豹哥身心灵平衡的发展，也帮助熊哥医治他的髋关节。哦对了，昨天我们唐恩杰聚餐的那对弟兄姐妹家里有一只15岁的比熊犬，身上长瘤不说，还有皮肤病，然后毛也掉了很多，哦看着好心疼哦。天父也求你医治他，虽然他15岁了，是个小老头。他名字叫胖子，天父也请你帮助胖子。就算要离世也能够平平安安的，无痛，没有痛，没有惊扰的离开这个世界，回到你那里做小天使。赞美感谢天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OK。 熊熊熊熊， 你现在就是钻妈妈的空子啊，是不是啊？钻妈妈的空子，你说你是不是钻妈妈空子？今天豹哥要吃打虫药喽。中午吃一个，晚上吃一个吧。中午吃一个，晚上吃一个。好，今天你们俩自己吃自己的药。OK。咦，给你多点花生酱吧。哎，宝宝的药呢？可以在这。哥哥从来都不要花生酱吃药的，宝哥你真是好福气呀。现在能宠你就宠宠你吧，你还小呢，孩子半岁啦，我们家宝宝半岁啦。看，哎呦，宝哥半岁生，不是生日，
半岁忘了给你庆祝啊。哎呦，咋回事？好，哦对，我说你哪望着我干啥？抱抱，这儿来，抱抱，抱抱，这儿，哎，硬 ，good boy， 这就是个小伙了。Wait， 糟糕，哪个是抱抱的？药不会弄丢了吧 ？OK， 等一下啊 ，OK， 这是抱抱的药。哎呦！那两个孩子的药不好弄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喂，抱抱，你的，熊熊，你的，哎，你怎么把酱吃了？把药给我留着。妈妈跟你说，你，哎，乖，把药也吃了啊，乖乖的 ，good boy。啊，看看这大的，好 ，good boy。好，躺躺啊，等爸爸回来。爸爸又要回来的晚喽。